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们那个，我今天有取货，他有那个给我一个优惠券，那是只限这个门市使用吗？没有，门市都可以 ，seven 都可以。那你们下取货的话，就仅限露天有送那个优惠。嗯，所以那个活动，这一段活动日期你们的促销就对了。对。嗯，那我知道，谢谢。好。